长泳池派对。安慕希的试探，成员一对一进行挑战，分别站在浮垫两侧，一人进攻，一人防守。防守方需要与进攻方始终保持步调一致。进攻方的目的是拿到安慕希，折返跑回起跑线后。当进攻方触碰到安慕希后，防守方就可以对其发起追击，在安慕希过线前抓到进攻方，即为防守方获胜。进攻的人自己来控制这个节奏，防守的人要完全模仿进攻方的动作。你做任何事情他都得做，你跳下去他也得跳下去。好，哇 ，Party！ 我为大家公布一下分组。渣哥，稍后你要从其余失败的成员当中挑一位，三局两胜会决出获胜者。凯哥跟深深先来，第一局请准备。萨瓦迪卡，奥巴迪奶，奥巴本控，奥巴迪奶。防守的人要完全模仿进攻方的动作。哇！哎呀！凯哥使用的是消耗体力战术，绝对消耗的。好累啊！哎，防守好难。到底是谁给我喝的？周深胜出。哇，接下来两位交换位置。哎呀，这个好累，把自己给玩进去了。加油深深，请准备。嘿，哇哇哇，好是镜像的。这几个深蹲一会儿肯定没劲儿。利用转身，世纪最严重的手滑，好手滑啊！哦，应该换了对吧？石头剪刀布来决定谁来进攻。其实我觉得进攻有优势，进攻有太大的优势。对，你怎么你都会慢半拍，怎么都是他第一时间是第一时间出去的。来了不？来了不？我抓，他要当防守。再看一个泳池秀，好好看哦！再滚下去了，啊，他就下去了已经。加油！
扯哇！恭喜周深胜出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太秀了，太帅了，那家太帅了，帅没朋友，没朋友，帅到没朋友。我来，我来吧。没朋友，那来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那你先进攻吧。好，那我先进攻。这么看不起我们老人？来吧，群哥。精彩，这也是一场强强对决，力量与力量之间的对决。帅到没朋友，帅到没朋友。你觉得我跟他是力量和力量的对决吗？哎，我发现这体重不一样，体重轻的人很吃亏，是吗？群哥动一下，我都得那啥。吃亏吗？这都已经下去了。下去了。下去了。那这就下去了。往前站一点。两只牛蛙。来。来吧。刘梦红啊，哇哇哇！第一局陈哥胜出，这招可以啊！哇，陈哥你，哇！这下证明了吧，我哥真没有那个假发片，都是真发。他是没有眉毛，眉毛还在吗？你看一下。还有吗？没了没了，确实没了。先闻的，现在闻闻的。两位，第二局请准备。等等等等等等等。啊！无敌小伙。等一下，副歌啊。还有两伴舞的。啥呀？好帅，怎么说很帅啊？帅，老妈。哎，你这个造型有点梦回你道明寺的感觉了啊！明寺，道明寺这个回来了，明寺。出差好久了吧？出了四年了，出了四年，今天终于回来了。两位目前一比一打平，接下来就是你们两人的决胜局。去了，安慕希。
为了救安慕希。对，这一局恭喜李晨胜出，可以精彩。安慕希新升级的美味更顺滑，然后还有这个零蔗糖，很好喝的。女生上一桌 ，mini go， mini go， let's go， mini go。你要哪边？这边 ，OK。两位，请准备。打错不要来，侮辱我的美，我不是你的太阳，为何天天缠着我？打错不要来，侮辱我的美，我的心情就这么变，大声说出来。哦，哇，给中巴黎，哎，大象鼻子转。又没够奖，真没够奖。根本打不过去，怎么来了？怎么这么累啊？这个游戏。对呀。两位，第二局，请准备。哟，哎，上百度 ，Hey you，No more， 刚等 ，Hey nine。哦。哎呀！我的天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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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胜出。接下来出战的是李琦和白鹿。白鹿，加油！哇塞，我半半天没下过泳池。哎，这水好咸啊！咸，是淡淡，水是咸的。对，有水，有盐味。两位，请准备。这啥歌啊？我的歌。白鹿，耶！从心理上摧残你。日间夕阳之下，看我一边走，数着半天的晚霞，下到你别太投入了啊！舞蹈舞蹈舞蹈，这首歌的舞蹈，这首歌的舞蹈，没有舞蹈。静止了，他在想着，在思考。你是不是想听自己歌？他在打歌吗？他在听歌。歌要放完了。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？白鹿，你目的达成了。你有没有看见一只小鹿？深深地刻在了每一个观众的心里。两位，第二局，请准备。Yeah.
整的是。啥呀？啥呀？谁学谁的？哎！再一会儿，你俩把那首歌跳完了。不行。哇！恭喜白鹿胜出。恭喜恭喜！我的萨神现在是什么样子？现在就是全都湿透了，已经。程程，程程，这舞蹈这一块也得，水平也得上来啊！啊！楼上很多观众朋友们的，我跟你说。眼睛有被扎到，我不会选你的，你的舞蹈不过关，在我这儿。我们主打的是个效果，难怪你镜头多呢，难怪你镜头多呢。再给我一次机会行吗，程程？程程说再给他一个机会，但他的舞蹈在我这儿不过关。怎么了？我那舞蹈，我这次肯定。我选雨琦。雨琦，你把。你把你演唱会的舞蹈拿出来，我被淘汰了。我的演唱会非常的 sexy 这次。OK，哎、你先来吧，歌手。行，那如果我赢了怎么办？对，雨琦若赢了也就赢了。啊，不应该这样。对啊，没事，挺好的，你智商很高。雨琦，不要让着他啊。赢，可以可以可以。你不赢，观众又得说你划水。阴阳怪气，咱永远不能做一划水的人。拿出你给我撕名牌的劲儿来，拿出那种感觉好吗？请准备，也起来 ，Let's go。我上那边了是吧？你别去了，你累，你保存点体力，你在这歇会儿吧。还是雨琦是进攻方，虾哥防守。好，准备。再跳一次，这次又是这个动作，你要怎么接住他？接住了，接住了。对。
太难了，这个。这超出我的艺术范畴了，有点悬殊。超出艺术范畴，我叫你选我，你不信？我的舞蹈希望你能来，他那你来不了。恭喜雨琦胜出。